今日的果，昨日的因，所有的都要还的，这就叫做报应。很快，我们就可以取代方松印，成为全香港的首富。知不知道你背后死了多少人？女人要成功，一定要靠自己。今天我要谁生就生，我想要谁死就死。奥唐集团什么时候倒？我决定。你想吃掉奥唐？你不够格。今天吃不到，就明天吃了。你怎么能为了钱什么都不管？商场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是永远的利益。如果我真的跟 Leo 离婚的话，我可以分到多少？我老了，振兴方家就全靠你了。在我们眼前有一个更大的计划，就是我设计的乌托邦计划。它不只是泡沫，还是一个骗局。你们两个根本是贼！超级电池本身是我 Nova Plus 的研究啊！我没你这种女儿。其实你输，是输给你的疑心。我贺天生不会输的。就只差这一步。下个回合再玩，等你。